中梦里共筑三千尺，纷纷细雨迟，彼岸花又湿，浪迹了谁发过的誓。我会追随你直到今生今世，看看繁华似锦和你的样子，伴你路几尺，但却离世，哪怕追天涯咫尺。从一相遇一开始，提及的每个字都是执手握里的样子。从今往后，你却总会姗姗来迟，飞舞着转瞬即逝。昙花一现与即逝，又盛开的字绚烂了曾经化作诗。几百千年天恩赐，都像一生死，任由光阴白发丝，卷涌人生年离枝。这是最便宜的房间了，全城都是这个价。不是你凌云城什么地方啊？皇宫住一宿也没这么贵啊。嗯，哎，您看看，不是我有意抬价，这凌云城是西南唯一重镇，课税一年比一年高，我这本还没回笼过来，就直接拿去充皇粮了。二位是运气好，前一阵子遇到大旱，太守大人对每一位入城者征集灾银，每一个袋子里都拿取一半，也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。您看看外面的商贩叫卖得多起劲儿，我们做买卖的也就赚点辛苦钱。给大爷和大娘。大姐，开两间上好的厢房，剩下的钱你们拿去还命吧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小姐。你怎么有这么多钱？我这乾坤袋里有一麻袋钱。做神仙真好哎。鱼皮瓜子。哎，你看外面。哎，又香又好吃的鱼皮瓜子嘞，看看。哎，你们这儿是不是卖鱼皮瓜子的？是，鱼皮、羊皮、水牛皮，什么瓜子都有。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年妇人，每天都在嗑这种瓜子，一直嗑一直嗑。你们看看那边。我终于知道赵管事为什么这么喜欢嗑瓜子了。嗯，我也是啊。可是，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别说，还挺好嗑的。那你要是觉得好嗑的话，我再去买点吧。嗯，好，你去买。嗯。哎。原来是贼窝啊！这是我们的钱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熊根本不可怕，要钱跟我说一声。嗯。
我这人很大方的。他挺有钱的，施舍给你们一点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你们可不能偷啊。对不起，姑娘，你拿回去吧，我们再想办法。我们不是小偷，我们是逃难过来的普通百姓，我是打铁的，他是卖布料的商贩，还有他们是厨子。我们都是离国人。你们是黎国人，那你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啊？国破后，我们的村庄被天元国的妖怪给烧光了，好不容易休养生息了几年，又碰到了天灾，颠沛流离了几个月，才来到这凌鱼城。本是逃难，能在异域活命就不错了，谁知碰到了这里的太守征震响应，他定说我们是黎国人，就抢走了我们身上所有的钱。要不是靠着阿毛偷来的粮食，我们早就饿死了。那个太守只知道欺负我们黎国人，毁了我们的家园，还抢光我们的钱。我看你们都有手艺，干嘛不自己找点活干一干，非让这孩子来偷鸡摸狗的？这凌云城也挺繁华的呀。公子有所不知，这凌云城阶级分明，没有人会雇佣我们这些流民啊。不仅如此，因为我们是下等人，他们一不高兴就打我们，如果我们反抗，就会被关进大牢。纷纷想离开这儿，也离开不了啊。这个钱，你拿着，带着你娘去买好吃的啊！谢谢姐姐。那个太守在哪儿？姑娘，你千万别去招惹他，他是此地藩王，钦点的一品侯，这整个凌鱼城都是他的人。
你是不是还在责怪我让山竹抹除你的记忆？没有。那你为何不理我？前面有一个小村庄，你现在身体还未痊愈，我去给你买一件御寒的衣服吧。车夫，哎，麻烦停一下车。快去通知足下，人找到了。诺，哎，你小心。哇，这位太尉大人可有点小变态啊。哪来的镜子？小白，看这是谁啊？你是何方贼人啊？在跟谁说话？姨娘，我是谁你怎么能忘了呢？我是谁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呀。我想想啊。来人呐，来人呐，来人呐。别喊了，别喊了。赵姨娘，怎么当上大官了就不认得侄媳妇了啊？小白，好嘞。别动，好好享受下我的赵大人。都是向取山的故人，何必如此呢？啊！再说了，小川，我那时候还是很疼你的啊。是啊，赵姨娘是很疼爱我的，疼我疼到给我找了一个给我下黑手的夫君呢。说，二蒙什么人？我说，哎，这菜怎么卖的？哎，不卖。哎，不卖你摆什么呀？小白，出来了。哟，
这盘绳够大的呀。躲起来。我们就做点小买卖。走开，简直不守礼制。哎，快快快，对不起大人。哎，对不起大人。长点心，走。公子，这也太少了点儿吧。现在呢？这样的。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公子，公子，玄珠，玄珠，玄，父亲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子珍，公主，此地妖气甚重，咱们还是速速离开吧。赌场无尊卑，只有运气和公平。大家玩玩玩。谢谢殿下。参见殿下。殿下今天玩什么？当然是老规矩了，卯宿厅。他们都来了吗？来了，请。客官，您要点啥？老板，这个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搞了半天，这家伙是来赌钱的。走吧，咱们进去。哎，你疯了？这么多护卫在这儿下手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咱们说好的，现在不是你跟我，是我们两个。小川，不是我说啥，这二蒙倒是一点也不傻，赌个钱都能这么多人护卫自己，我们怎么可能？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你想不想帮九云大人找宝贝了？
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这个主意又没动静又安全，就是要牺牲一下你。我？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，二殿下。就你们这种鸡也行啊？来人呐，上，快拿走。我押白鸡50两，我也押住50两。上上。傅九云伤得很重，说不定已经死了。他死不了，但没了湘曲老儿做他的靠山，他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现身了。他躲不久，没了湘曲老儿的封印，要回我的东西简单得多，我自有办法。你那二弟怎么样了？他称病是假吧？谁知道，他天天不是青楼就是赌肆，要不然就去山野里访些没用的狐朋狗友。养了这么多江湖义士，其心必异，你确定他那时不在湘曲山上？再又如何呀？你莫要小看他，他其实比你有心机多了，在他身边多住几日，他若有异动，你定能察觉。恭迎殿下！恭迎殿下！殿下请。各位大师们辛苦了，都入座吧。百里多天，可都准备好了？殿下的吩咐，自然不敢怠慢。那就开始吧。诺，殿下。正合我意，够大，够强。那是，属下等为了抓他，死了一个，伤了三个，赏，通通有赏。谢殿下。试试他。诺，殿下。甚好。甚好。哎，殿下，你乃千金之体，万不可以身试险。怕什么？你们不是号称大师吗？李渊才不会像他那样束手就擒，等着受死。如果今天试不了灵灯的法力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让开。
恭喜二皇子殿下，贺喜二皇子殿下。恭喜太子殿下，贺喜太子殿下。都起来吧。谢谢殿下。大妖未灭，现在叫我还时候未到。殿下，在朝中上下有不少不信妖神的老臣在等您崛起入主东宫。衣服掉了，子辰，你的发簪呢？你不会把它卖掉了吧？那可是燕燕送你的。不要多想了，你赶紧休息吧。灵灯果然名不虚传，连上这只大大大妖兽已经连收了三只妖物，殿下你可以放心了。此灵灯乃上古法器，能够释出其灵力也是靠各位大师。吾等不敢贪功，能从香曲山老儿那儿取得神器，证明殿下风云开合，天命相向。我们今晚就去他营里劫营，一举将他灭了。我喜欢二萌，喜欢二萌的可爱又善良，你跟他们都不一样。哎，真的吗？嗯。那你答应下山跟我成亲吗？殿下。殿下。我卧薪尝胆多年，也是为了等待这一天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殿下，这是为何？我在等着那一天，万无一失的那一天。相国大人，秋华夫人，你看，玄珠，母亲，行了，这外边挺冷的，咱们到里边说吧。哎，快进来。还是不像啊，差不多行了，我可没学过什么幻化之术，能变成我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哎，你看我这卧蚕是不是都变出来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你的眉毛，你的眉毛太粗了，就跟两条虫似的。那是我这眉形可是当下最时兴的。你闭嘴，知道什么是美吗？你小白，要不我给你修一下吧。你必须要完全像才行啊，才能成功的混入二皇子府。就修一点，乖，一会儿就好了，就一点。好。
你快点儿。哎呀，你得配合呀，我这手都酸了。我都说差不多就行了，你，我这能变成这样，还能坚持这么久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哎，你行，你来啊。嗯，那我当然不行了。怎么样，能不能行？哎，我虽然是个镜子，但是我不爱照镜子。那你看看能不能过关嘛？也就一般般吧，这主要啊还得看我的演技啊。是是是。白公子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不满意啊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想吧，你这扮作我想混进二殿下府，那还差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鱼皮瓜子啊，小赵，算你还有良心。等等，赵姨娘，你这个人真的是蔫儿坏蔫儿坏的，皇室礼仪，姿势体大，你再嗑瓜子也不会在二皇子面前嗑吧？你这是要害我们露馅儿啊！好你个老东西，你居然敢耍我！你啊，当我傻了你？谈谈。相国大人，里边请。子辰，玄珠啊，你快过来，你看，好漂亮啊！把衣服穿上，我不冷。来，咱们去那边坐。母亲，你先坐。哎呀，你就坐下吧。你先坐。坐下吧。好了，快请坐吧。相国大人，请坐。哎呀，准备这么多菜啊！来来来，咱们先喝一口，暖暖身子。来。玄珠啊，你可得多敬相国大人一杯。这相国大人千里迢迢，不辞辛苦，赶来救了你的母亲啊。秋华夫人，言重了。在当年，白鹤龙王将你们母女二人从大黎的皇宫当中救了出来。可现如今呢，白鹤龙王已经死了，玄珠公主又是大黎皇室现在唯一留下来的血脉。我这个老臣啊，做这些都是应该的，应该好好的保护你们才是啊。多谢相国大人救了母亲，救了子辰和我，玄珠感激涕零。啊，不不不，玄珠公主无需多礼。啊，公主请坐。我哪还是什么公主啊，相国大人以后换我玄珠就好。嗯。好。秋华夫人，公主，子辰，你们收拾些衣物，咱们尽快离开此地去封城，我已安排妥当。啊，赶紧吃饭吧。玄珠啊，这白河冰原虽然贫瘠，可这白河鱼肉却是一绝。快尝尝，以后咱们就吃不到了。嗯，尝尝。嗯，果然鲜美，母亲也多吃一点。我也来，多吃一点。子辰，尝尝吧。哦，秋华夫人，子辰今天身体不适，感谢您今天的款待，就先告辞了。哎，没关系，这孩子啊就这脾气。来来来，咱们吃啊！来来来来来。
赵大人。殿下在吗？殿下在。那你们退下吧，殿下找我有要事商议，外人都要回避。听见了吗？知道我是谁吗？诺。赵君侯，啊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怎么来了也不让人通报一声？我那个，我最近觉得嘴里没滋没味儿的，我就想来问问你有没有那个琼花海的云峰茶。人嘛，就这一馋，就忘了礼数了。原来是香曲山的物件，姨娘，是不是也有点想念香曲山了？那是，属下为了您，可没少在香曲山吃苦。哦，不对啊，香曲山这茶，一年才产十几斤，这下人们是无缘品尝的。那还不是小川儿？小川给我从傅九云的房间顺的，顺的。哎呦，说的也是。川儿啊，真是一段让人回忆的日子。殿下，属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等等，您不是要茶吗？我这刚好有，有空啊，不让人给您送到府上。哎。等等，姨娘，你不说啊，我还忘记了。你帮我回忆回忆，那个傅九云身边弱不禁风、娇柔造作、娘里娘气的小白脸，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叫白公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白公子。哎呀，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，赵姨娘。看他干活还挺勤快的，如果到我府上做个丫鬟，也是不错的。是，殿下，属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久留了。等等，姨娘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哎，帮我把灵灯取来。灵灯？是，这灵灯在我府上树大招风，引人耳目。我想请你放到你府上，
好生保管。属下明白。那灵灯在哪儿啊？灵灯啊，在那儿呢。那我去拿。这。